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3月7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2月14。好，明天呢就是2月15，正好又是初十五，又是我们伟大的佛陀的涅槃日。所以呢，让我们呢纪念我们伟大的佛陀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师傅好。来，请讲。那个师傅啊，你得看一个83年的猪，男的女的？看他身上，女的，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看看啊、哦，看看他的图腾颜色。哦，有啊，图腾颜色偏深色的。他的、哦、他是爱穿深色的啊，他的灵性，他的灵性在他的颈椎这里最活跃，经常跑来跑去，在腰上和灵和颈椎这里。他那个。经常有串脉，他那个串脉啊，嗯，经常串到他的腿肚子上，有时候在胳膊上。这个就是我告诉你的，你看我刚刚怎么讲的，我说对一会儿在脖子上，一会儿在他的那个腰上，嗯、你看一会儿串到他腿上去，他会动的呀，这个灵性他会动的呀。这个灵性啊，原来去年你给他看过图腾，嗯，说是他姥姥打开了一个孩子在他身上，嗯。嗯，可是说他呢，还是跟这个人还是有缘分的，就是跟那个叫金姐儿有缘分。可是他老是折磨他呀，现在折磨他，折磨他们就是你要知道缘分嘛，又不是一定好的啦，有恶缘有善缘呀，你有恶缘有善缘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嗯，他去年啊是36岁的劫，啊，所以我折磨着他呀、啊，要死要活的。对呀、啊，好像老是想让他要让他死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人的意识当中有生成意识啊，他在潜意识当中，这个灵一般的灵魂，它可以潜伏在你的潜意识当中，然后你的生成意识呢，又是从你90天中阿摩罗识当中来的，那么你就知道我应该活着，我应该好好的，但是呢，在他的70天中。就是不停的有这么一个灵界和60天中有个灵界说你去死吧，死了很开心的，啊，你可以去拿这个死，去拿那个死，其实就是灵性在折磨他呀。但是就是说两种意念不同的意念在他的身上交替的，让他啊在选择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嗯，我明白，他也自己也知道身上有灵性，他也想念，但是他念不动，念不下去。我问你，经上他上香上佛台上香，他都回避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想好是不是坏人不让你好了？对呀、啊，是我明白这个。这就是你明白吗？就好了，那就是因为你功，你根基不够，功力不够呀。一个人要是功力够了，根基够了，那么他就不能上你身，或者你前世曾经。啊，太多的得罪啊，就是给人家欠人家太多了，他这辈子他就可以缠住你的呀，明白了吗？他这个就是前世的吧，嗯，就是前世的，像这种像这种能够直接上你身的，已经好几世他才有这个权利呢。一般今世的话，除非你很恶很恶，你把人家害死了，他就直接上你身，一般不会这么厉害的，听得懂吗？嗯。那个前一天就是有一个师兄分享，就是说学佛以后好像说这个业障会成倍的提前的爆发，会有这个说法吗？会啊，举个简单例子好吗？你不看病的时候你有病吗？也有病，但是你看了病之后是不是医生帮你查出来了，你是不是提早医治啊？提早医治是不是提早爆发了？对、啊、我讲的对不啦？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因为你身上有病，对不对？你没查出来之后，它在慢慢的腐蚀你的身体机体。但是当你一旦查出来之后，那么医生帮你治疗了，那么你开始痛了，啊，开始这个地方发作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医生帮你开刀动手术弄掉了，是不是提早爆发了？对呀，可是要是要面对这个事情，他自己有点回避呀、啊。比如他那个房间吧是阴面的，阴面我想让他上阳面，阳面这屋可是有佛台，他就不太愿意。他如果一个人很干净，他没有犯什么邪淫啊什么，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在阳面，那跟菩萨住在一起又怎么样？你看师父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了，
我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住的话，我不就是也是自己边上就放个佛台啊，想磕头就咕隆咚从床上跑到边上就磕头了，对不对、他因为早上起来我要上香，他起不来啊，他我也知道他的灵性在他身上，有时候也是不想让他走，很不想让他走。可是有的时候，如果人要跟他说话，有时候叫他名字让他起来，对呀、让他念经，就是啊，叫他念经就是他需要能量，他就叫他念经，但是他又要折磨他。这种感情嘛，就跟人间一样的呀，又爱又恨呐、这不懂啊？你曾经伤害过他，他不是又爱又恨呐？那这种伤害是不是挺严重的伤害？为什么你老这么的折磨他呀？他自己有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。你再这么执着的话，很快就上你身了。你不能有这种情绪帮他念经的，你不能有对他这种灵性有恨的。我知道，我明白这个。你明白？你带着这种气讲话的话，他就上你身怎么样啊？你替他出头啊？你怎么不知道他过去生中是怎么害人的？你以为你今世一个你看到到监狱里的犯罪的那些罪人，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现在老实不啦？关在里边老实的，他们伤害别人的时候。你不是当事人呐、你如果当事人被人家杀了，你的家属你是怎么恨法的？听不懂啊？明白。现在啊，那个上回师傅啊，您给他开了68张小房子，因为他自己念不动，我和他爸爸帮他念。从那以后已经念了有700多张了，再加上前面念了有2000多张，现在还是今年好多了，因为去年是跟你还好多呢。有的人没好过，6000张之后彻底好的。你念得出来不啦？人家念了多少年？8年，好了，孩子，有的时候你自己要记住了，一个病不是这么容易好的，他带有这种埋怨的心情，你还念得好的？你比方说你托一个局长帮你办点事儿，你整天去埋怨他，你说说看，人家帮你怎么做啊？好好的努力了。不能这样的，你这样的话，你的气场不好，你念出小房子会质量好的。你除了感恩还是感恩，你要感恩呐、现在有这小房子可以念了，终于可以有一个方法了，这个药可以解药，你早点晚点会吃好的。人家都好了，你要相信的呀，所以你这样的话才会好啊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你怎么没人？你好好听话了，你别到时候我告诉你不是女儿的问题了。你现在看一看、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没有什么埋怨的。这个事情上你种下的因怎么会没有果啊？你种下去的树怎么会不长出来啊？你种西瓜就得西瓜。你今天女儿有这个情况，跟你们父母亲都有关系的，有的是抱在孩子身上让你心中更痛。是自己好好的改了，自己要忏悔了。你看看就师父身边的弟子，如果有些什么痛，师父都忏悔，都觉得师父没把他们教育好，哎呀，他们没有好好的忏悔好。你要有这种惭愧的心，菩萨才会产生那种慈悲的心的呀。你自己都不想改，都没有忏悔，怎么菩萨怎么帮你慈悲呀？感恩师父，幸亏我们。开玩笑了，你再这么念下去都不行的。我们一个佛友呢，7000多张现在好了呢，孩子呢自闭得一塌糊涂呢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的孩子怎么说还好，念了这么一点点小房子还好了，还好一点了。就算有回复，我问你哪个生病没有回复的，没有反复的？好，谢谢。听懂了吗？师傅，您有看？哎，明白明白。师傅，您看一下我家这佛台，我现在是在那个阳面。蛮好。那大屋那佛台。蛮好，你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家里那个灵性已经很客气了，现在因为拿到你很多小房子，他已经对你很客气了。是。他本来要弄你老公，你知道吗啦？还要我讲啊？你老公身体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，他有杀业过去。好啦，还要讲啊？你到时候你到底要你老公走，还是要你孩子走啊？你自己好好念经了，没有任何讲法，只有好好的改正啊，改正啊，忏悔啊，忏悔啊，就这么两点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
想改了。你这样的话我救不了你的，你一定要彻底改，彻底改，听得懂了吗？明白。啊。感恩师父。嗯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嗯。感恩师父。好好念经啊。你老公的事情也得给他好好的念往生咒，要十万遍十万遍许的。哦，对，他是以前钓过鱼，腰一直不好。腰一直不好，没生其他病，已经是因为你的功德，就是你念经的功德了。你千万不要这样啊！你听师父的话，你念经不能埋怨的，埋怨的话，我告诉你会引起诸路，就是诸位。就是过路神他们的愤慨的，他因为他们看到的任何灵性在你身上，在你们家里都是正常的，因为他们是来要债的。你说说看，你人家上门来要债能不正常吗？我明白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欠人家欠你钱，你上门要债正常不啦？当然正常。好了，正常。明白了吗？反正我就是我通过念经以后，我身上的毛病基本上都没了，所以他们两个人看到以后也都学了，真的。你现在要记住了，你现在记住了，没有那么快的，明白了吗？你念了，所以说明你前面给他们念的东西全部到你这儿来了，所以你现在不停地帮他们念，帮他们念了之后你要当心背业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，明白。嗯、听师父话了。没有师父这么对你们狮子吼啊，警钟敲响啊，很多人下去吧，到了下面才忏悔啊，有用了啦。我们愿意听师父的教诲，一定要听的。一个人，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一个像师父一样的人，就是整天在讲你们不好的人，你才能进步啊。一个人太执着了，觉得没人讲他了，这个人就闯祸了，出事了，明白了吗？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听话了，好吧。嗯，你这是第二次打通了，感恩，非常感恩，我觉得是非常有福报。嗯，谢谢。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嗯，感恩师傅，我好激动。嗯。我六三年的兔女的，我自己。看什么？想看什么？看我的图腾，整个都看吧。啊？看我的身体。六三年的兔子吧。嗯。颈椎不好，眼睛不好，嗯、睡眠不好，掉头发。掉头发。最厉害的是眼睛啊、哦！最厉害的是那个记忆力很差，现在嗯。哦，记忆力很差。你自己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，肠胃还有关节都不好。我的胃病几十年了，我还是痛，你看会有什么病你会越来越痛，听得懂吗？哦。因为人会越来越老，所以他的机能会越来越衰退，那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。你现在要让他，要让他那个老的慢，坏的慢，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生气，不要难过，要想得通。肝肠寸断，一个人肠胃不好跟他的感情跟他的感觉都有关系，听得懂吗？是，我从二十岁就开始痛了，几十年了。二十岁了，越痛越厉害了，你再弄下去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想想你的一生，你有多少事情想不通的？对，是的。明白了吗？讲通一点了，再想不通的话要进棺材了，我跟你讲。没人讲啊，你们这些孩子们都是没人讲呀，没人讲嘛才出事的呀。天天如果有人像师父这种人在边上天天讲你们毛病的话，你就不会出事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师父，你看我业障多少了？六三年的兔，业障蛮高的，要34呢。嗯。你知道自己什么毛病不啦？我知道，我最近向菩萨忏悔。忏悔呢？你现在的业障不就这个毛病啊？嘴巴里嘛不要乱讲话，啊，动出来的脑筋嘛不要太自私，要看看现在，对不对啊？嗯。多想想别人，想想别人的好，你会幸福；想想别人的痛苦，你也会幸福。那就是正能量，因为你看见别人都这么痛苦的话，你还能。健康的
你还能活着，你还能平平安安，你怎么还不幸福啊？你如果看见别人很幸福，你就是把他们当成兄弟姐妹一样，之后你是不是很幸福啊？是的。给自己有什么麻烦好找的？你让别人幸福，你不叫幸福啊？是的，是的。好了。师傅，我出生年份什么年份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2003年的兔。偏深色的。偏深色的。嗯。师傅，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家那个佛台呢，在12月最后第二天，家里面不知什么原因没人在家，就失火了。然后佛台在另外一个房间，那个被烟熏黑了，然后也牵扯到这个外面电的问题赔偿，我到现在。房子没粉刷，佛台没有重新立起来，我就在红布盖在那里了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着火了。你们家里，我告诉你，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发生，你就着火了。你主要是像这种火的话，都跟护法神有关系的。哦，没有人在家，我不在那里住，我就是在儿子家带宝宝，然后我就有时候会每天，最近每天就是回去上香，每天在我老公帮我上一下，上一次，然后带着宝宝也没死。你老公相信不啦？他不念经，不什么都不干，他就去帮我上香。好了，他脑子里想什么事情，护法神知道吧？我问你。那肯定是不知道。肯定不知道啊。那个护法神，他想什么护法神肯定知道，菩萨知道我。好了，哦，那他想的不好的话，他想的不好的话，他在那里佛台上乱弄，脑子里想不好的东西，你说你不着火啊，才怪呢。对，让菩萨看。算了，我就在这带宝宝。我就跟你说了，有的时候不相信的人，你情愿不要他弄佛台的。然后我那个。每天回去上一次香可以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嗯，好啊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赶快好好修了。嗯、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时间了，赶快。没有什么问题，我是这个胃病几十年治不好，好难过。你记住了。好。我告诉你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你现在就在背。你想好的话，一边好好的吃中药，调理调理肠胃。我告诉你要找西药嘛，西医嘛就是动手术，割掉很多肠子。像你这种只可以慢慢的调理，然后好好念经。明白了吗？肠胃的，你想想看，你的肠胃吃过多少活的东西啊？吃过多少肉啊？能好啊？年轻的时候，什么都吃，造过好多孽。好了，有没有业障了？你看我念经的质量怎么样？还可以啦，没有质量早就生病了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感恩师傅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。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嗯。哎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。请师傅帮忙看一个亡人，何柳青，就如何的何，柳树的柳，清洁的清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不行啊。啊？不行。在哪呀？还在地府呢。啊？怎么又去地府了？嗯。家里有没有人给他烧锡箔啊？嗯，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动过土啊？哦，这个不清楚。迁坟呐？看。嗯。之前是不是看他在无色界天？我跟你说，任何推上去的都有可能掉下来。哦。你要靠自己的功力，靠自己修行的德能，才能上去不掉下来。一个是保送，听得懂吗？保送大学，很容易掉下来的。啊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请看一个，84年的鼠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像这种嘛，像前面那个人嘛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到了无色界天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掉下来，那么除非家里有一个他非常爱的人，放不下，或者这个家人整天叫他的名字，那还需要为他念经吗？我觉得像他这种情况的话，再推一下还是有可能的。
那给他念，他要要多少呢？65张。好了，快点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好的，师傅。师傅，请帮忙看81年的属鸡的，他命中有没有小孩啊？81年属鸡的。对。女的，男的？女的。他命中是否有孩子？有孩子，利用有过了。有过了啊，掉过一次。那他之后还有吗？就是有孩子的话，利于弘法好，还是没有孩子更好？随缘吧，他命根当中应该还有一个男孩子的。命根当中还有一个男孩子。现在几岁了啦？他81年的，现在39岁了。39岁很危险的。啊。最好、就是、你最好不要去，有了之后再打掉，这是最不好。嗯、哦、自然的、就是、自然的有嘛就有，没有就算了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40岁了，40岁的女人生孩子冒有一定的危险性的。嗯，对，因为他先生现在是很想就是要一个孩子，男人都是贪的，他可能是要做人工受孕这种，就这样、让他去做呀，他要么他先生要么你他要满足先生嘛，就去生呀，有什么办法啦？就他命中还是有一个的，对吗？有的呀。哦，行。有的生出来不一定是好的呀。哦。像这种出来嘛，讨债的呀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。感恩师傅慈悲，感恩师傅辛苦了，弟子们，同学们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师傅再见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啊，给你2分钟时间，赶快问。喂。打通了，那个师傅好，师傅好、给你2分钟时间，快点问。哎，好的好的，请师傅看一个1988年属龙女，然后因为她一直有一个情况，就是像2点钟半夜中老是看到一些屋里边飘的东西，好几年了。啊，灵性啊、就是、看到灵性了。对，对对对，然后有好几年了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灵性啊。88年属龙的是吧？对，女。是啊，是家里的灵性，嗯。但是有时候去别的地方，他都会看到。每家都有的，他家里的灵性更多，他家里的后院，过去有埋过这种死的动物的。哦。嗯。你现在是他租的房子，他是说他得搬家是吗？搬。嗯。哦，行，好的，好的。感恩师傅，那个麻烦您看一个1993年属鸡男，他的身体他需不需要补什么东西？属什么的？1933年属鸡男。33年。对不起对不起，1993年属鸡，对不起。腰不好，腰上有灵性。哦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68张。好的。他现在做生意然后不太好，他需要做什么改善吗？他生意不好，叫他脑子里少一点淫荡的东西就好了。哦，好的。你要记住了，在大环境不好的世界经济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，他想好的话唯一的就是脑子干净，求菩萨保佑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听懂了吗？好的。那个他适合做哪方面的生意啊？不知道，自己去，不管做什么生意、现在没有一个生意都很好的，都是一般的，所以你叫他要好好的、要干净是最重要。我只能讲到这里了。一个男人嘛，最主要要干净呀，要避邪淫呀。嗯嗯嗯，好吧。然后还得多念，对，多念经多行才不。对呀、你只能这多行不义必自毙呀，你自己要不要去看那些这个淫非常非常这个淫荡的东西，不能弄的。有时候脑子里有一点杂念都会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人就是本来就是应该有官位的，后来就是因为他曾经偷看过人家洗澡，你看就他的官位就慢来了3年到6年了，你想想看呢？嗯，对，啊，这个、不得了的，啊，这个不能做的。嗯，好了。嗯，好的。他店里有灵性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店里有灵性吗？有。嗯，左面进门的左面，嗯。哦，多少张小房子？36，不多的。哦，行，好的，好了，感恩您师傅。他各自一张，各自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